大哥，就这么个条件，你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一般呗，打个折吧。这150还打什么折呀？我说兄弟，你呀，就你这破破烂烂的，加上你这个位置，你知道吗？你150有点高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的，我呀，一个月就100块钱给你啊，完了，一气儿我交3月的，好不好？你这折打的也狠了点吧？新票，嘎嘎的。这新票一张，他也不能当2张使啊，大哥。不行不行，不行的话就我。你再添点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就这一趟啊。多少添点？你要再多说话的话，我就往下减了90了。那行那行吧，就租你吧。那个这样啊。因为我在这租房是为了搞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，你知道吗？来的客人都比较重要，所以你一定给我保证，闲人免进，请勿打扰。这就是分界线，不许往那边去，好不好？大哥，就你这100块钱租的房子，你还能来什么尊贵的客人呢？我发现你说话挺不注意分寸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嗯。你是谁呀？你找个人帮我打打打打，好不好？你就给我100块钱，大哥，我还得花20块钱雇人再给你打扫。我这家里还有事儿，你自己打扫。肉眼凡胎。谅你也看不出来我是谁。大帅啊，来，我上小翠那去一趟啊。你去吧，你告诉小翠赶紧跟刚子说，好不好？哦，知道了。嗯。写啥呢？我把这住院的费用算一下，看花多少钱。嗯。那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啊。那个，你把钥匙带了。咋了？我一会儿我也出去一趟，要你回来个门万一关不上，开不了呢。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出去，我找找活。看看有啥活最近。你这伤还没好呢，你找啥活呀？快好了，就见见风，我再溜达溜达，锻炼锻炼身体。那咱俩一块走呗。咱俩走不一块去，你去吧。这是啥肺炎？这是。你去啊。那我走了。嗯，好。
谢谢啊。马哥。啊。你出院了。出院了。差不多了，好了。消肿还没有呢。还有点肿呢。啊。有事儿吗？那什么，把这个医药费给你送来。你点点。我看你这个人点啥呀点？还行吗？还行，真好。那几个坏小子抓着没？都抓住了，就跑一个，就那经理跑了。他跑了？天哪，最应该抓的就是他了。我也说呢。他肯定是幕后主使者。可不是咋的？哎，这词儿我让你老讲究了。特别有寓意，一定给我整好了啊！字体呢就要这个形体，啊，知道形体吗？啊，知道。就是形楷。就是形楷啊。对对对对，行。这是一个对联，你知道吗？嗯、这中间是谁？那个周公，嗯、倒是给我整好了，整的我这画的不像，你给我整像了，对吧？上联是雾里看花，下联是白天说梦。横批是彪哥解梦馆为你指点迷津。啊，这横批都是短的，你这有点长了吧？横批都是短的。哦，那你这么的，你给它拆开啊。上联雾里看花，下联白天说梦，横批是指点迷津，完加个下横批就是彪哥解梦，完底下是联系电话、地址什么的，嗯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给我整好了啊。行。完了回来给钱。哎，行。好。啊。哎。谢谢啊！哎，好嘞，好了，先这啊。行。嗯，完了有事儿。哎，马哥是我的车子。啊。再见啊，行，慢走啊。哎，好。干不完了。你不是去找活了吗？顺路，那个给他送钱来了。你就编吧。不是住院费都是人家刘佩云给拿的，我得给人送来。那你跟我撒谎干嘛？不是我撒谎，我怕你说 你对他挺敏感的，我就没敢说。我没成想你跟着我干啥呀？我要不跟着你，我一辈子都不知道你会跑到这儿来。我指定没啥事，媳妇啥事都没有，我就是给人送钱，别哭了啊！哎，你别碰我！别哭，别哭了。你跟我撒谎干嘛呀？不是我撒谎，我撒谎吧是善意的谎言。那个我就要不然我怕你生气，怕你多心吗？误会吗？行了，我走。哎呀，你别拽着我！你上哪去、啊？我上小翠那去，你别拽着我。不认识我吧？这个江帆是我太太。啊，胡总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哪个学校毕业的？美容学校。哦。今年多大了？18。姓什么呀？姓金。姓什么？姓金。这姓好。这咋收银呢？在这儿。啊。啊。文秘学过吗？没有。没学过。电脑呢？学过。打字啥没问题是吧？嗯。写材料呢？也行吧。英语怎么样？也学过一点。几级啊？没考过。哎呀，外语得学啊。你看你们江总英语也挺好。好好干吧，得努力，你还年轻。不过你在这儿呢干这个，你这形象这身材有点白瞎了。行，
那你忙吧啊。对。王大人。哎，哎，行了，坐坐。哎，哎呀，今天这么闲着呢？嗯，没啥事儿，过来看看翡翠。摩托车那边生意咋样？还行。现在淡季是吧？嗯，夏天卖能好一点。欢迎您下次再来。周周，不是啊，这咱打算啥时候跟裴倩结婚？我想年底办。裴倩是不着急。对对对，别着急，我跟你说，千万别着急。听胡哥的，真的，结婚没啥意思。没啥意思。对。没意思，你咋还结两回呢？是，我要是不结两回，我能有这方面的感受吗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这都经验之谈，全是眼泪。你说搞对象的时候吧，哎呀，就热火朝天的；结完婚之后，这啥意思都没有。哎，胡哥，先喝点茶。哎，别介。嗯。你还得让你给服务呢。那个姜芳干啥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没给他打电话吗？关机了呢。啊，没事儿，那肯定手机没电了。不用担心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真不知道他干啥去了？我真不知道，他走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呀。是吗？你看你整的好像我骗你似的。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那行，那你俩唠吧。哎呀，富贵，不是你咋才回来呢？啥时候来的？来半天，你这脸咋整青块紫的？没事，碰一下。来半天了，怎么进屋了？屋没人呢。玉芬没回来呢吧？上哪去了？我敲半天了。出门了。刚到网格等半天了。等半天了，我让他信搬走了，我打的完说还在这呢。来进来。好，原来我爸是因为那个刘姐才受的伤啊。那可不是呗。本来你爸都跟我说好了，说把书店那活给辞了的，结果今天又跑到书店去了。他干啥去了？说是给人家送钱去的。我看他在里面待了好半天才出来呢。你跟踪他了？他今天一早跟我说要去找活干去，我说我上你这儿来，让他跟我一块出来，他就是不干。我一看他就有点心虚。你别哭了，你是不是怀疑我爸跟他有啥关系啊？倒也不是，可你爸最近他老跟我说谎。也许是我爸怕你误会呢。那他总跟我说谎，被我发现了，我不更误会啊？也是。那你见过那个刘姐没？见过两次，在医院的时候。那她人咋样啊？挺漂亮的。气质也挺好的，听你老舅说，离婚好多年了，我真怕你爸掉进去。哎，你别哭，不可能，肯定不可能啊！别想太多，我爸哪那样的人啊？别哭了，我说呀，你回家跟我爸好好谈谈。反正我感觉你俩就缺沟通。这也太漂亮了，
漂亮，这是照片，你就到跟前一看，那更好看。这房子都是后盖的哈，可不都后盖的吗？都青砖瓦，青砖瓦房，全是青砖的，这是满族风格。你这看上八大碗吗？现在主要就是开发展旅游了，是吧？旅游嘛，现在咱这个村吧，整的这个旅游以后，哎呀，可火了，外边打工的都回去了，谁不在外边干了？嗯，就游客就那个最旺盛的时候，那游客那钱你就能挣了。五一、十一啥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还有唱二人转的啊、哦？有啊，这不是那个刘老根他们那个山庄里那个小剧团的吗？让我整去几回架，哎，可火了，那人看的相当好。哎，我这还有资料呢，你看看这资料。现在我还有四大项吗？吃喝玩乐，都成一体的了。都在这里了，这么厚呢？那可不。那我这回去能干点啥呢？你就别回去了。那你来找我干啥呢？我不让你回去吧，也没别的意思。那咋的呢？我来的时候吧，跟那几头还真都碰一碰。他有说愿让你回去的，我说我不能让他回来。你别误会啊。为啥不让你回去呢？我寻思你在城里这么多年，你当过校长，还认识不少这些有钱的人，还有身份的人。你把他们吧都往咱那个山庄上去拉，让他们拉游客。这你就算给咱山庄做大贡献。那得通过旅游局，咱那旅游线不开了吗？开了，市里就有是吧？有啊，他关键得有人往那介绍嘛，不是吗？我寻你也挺合适，干这个。富贵，这样啊，说心里话，这个学校黄了之后吧，我一直也没抹开回去，我就想搁城里啊，给咱们村里找点商机。把经济拉动一下，到现在也没找着我。这你要说这事，我突然冒出个想法来。什么想？能不能呢？咱就在开元成立一个马家堡驻开元办事处，我就在这当主任，就设我家就行，还不用买房。也行，你这想法还真行。我当主任行不？行啊，一会儿当副主任。一会儿就别当副主任了，你一个主任就够了。还找副主任干啥？你这想法还行。行，那今儿就定了。定了就成立了吧？就成立。嗯，成立，这点权利我还有。那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行，你这想法还真办事处就成立了啊。对，行，我给你炒两菜，咱俩喝点。哎呀，你别还在家炒啥呀？现在哪有在家吃饭的？咱俩下馆子吃口得了。完了，我马上还得回去，还有事儿呢。你好容易来的，你就在办事处住一晚上吗？不用。不用，你这刚成立，你还看我，把这资料都搁你这吧，完你再细看看，行不行？那咱走，上饭店，走吧。啊，你跟刚子咋说的？直截了当说的呗。那他是啥态度啊？挺意外的，啥也没说。那他人呢？出去办事儿去了。我早上还没睡醒呢，他就走了。这事儿啊，你得跟刚子好好谈谈，闷在心里不太好。我能看得出来，刚子挺在乎这事儿的。这咋办呢？这玩意儿，这就来个电话了。小广告传播挺快。你好，彪哥解梦馆为你服务。啊？谁？啊，张啊？啊，不是，啊，刚才可能串线了，啊，不是我说话，啊，怎的，张？
哦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因为啥？现在我有一个好项目啊，挺有发展的，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想着我，呵呵，啊，哎，那什么啊，那个渣儿，那220块钱呢，我估计啊，近期内肯定就能还上，啊，我知道这个你给我找活跟这个钱没关系，但是。有钱就得还呐，信誉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哎，好嘞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好，哎，还得发呀。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两位先坐一下，我们去客人那儿吧。哎，现在生意挺好的，相当不错了。郑子回去了，嗯，他那边有点事儿，先走。哎，你家老胡可在这等你半天了，手机也不开，一个劲儿搁这问我你干啥去了，我说我哪知道啊。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太高兴。他还有点不高兴了，他当初就这么对我来着，他找不着我，让他着急去吧。要不然你给他回个电话吧，不用管他。哎，干嘛呀？多久了？喝点儿。跟谁啊？富贵来了。听你说，哎，于富贵来了，给咱带一个。很牛很牛的一个信息，知道吗？跟你说啊，媳妇儿，这回咱妥了，有好事。你看，哎，看。都给你办好了，钱在这里头呢，密码是你手机的那个后六个号。不对吧，好啊？怎么了？咱们跟人说好是15万吗？这怎么变成20万了？哦，那什么，后边2号去找他们谈了，给你。拿个整数，你这样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都是朋友嘛。朋友就更不能这样了。哎呀，刚哥，你不缺钱用吗？你先拿着呗。这钱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得跟我说清楚，要不然我不能要。你非得知道啊？是什么？我朋友那儿啊？只能出12万，我知道你急着用钱，所以就跟小云我俩商量了，我们俩给你凑的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刚哥，你就别客气了，你就拿着呗。啥也别说了，哥啊，我们俩也是这么多年也是应该的，这都是。那行，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。那二十九，陪刚哥喝会儿。好。
他决定在这儿成立一个马家堡驻勘员办事处，设在咱家了，我当主任了，我争取你当副主任，他没批。你看这，现在咱这火大发了，旅游旺季都提前预定。说这还有钱赚，哎，你不感兴趣，我有事干了，我当主任了，哎，马主任了。姓啥呀？我当主任。当马主任了，真是于富贵来了。你这形象就背一小手，搁山庄照相。这回我妥了，哪都不用去了。我这找了一年的商机，这商机找到了。他说：“那什么，大帅你呀、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城里当一段校长，见多识广。”把这些有钱的、有识之士，都往咱那山庄领游客，这样对咱乡、对全村发展经济是有好处的。所以说这活我就应下了。也好，也算有个事儿做了。那是不？你高兴吗？啊？哎，高兴吗？今天别生我气啊！今天这事儿吧，确实我撒谎是不对，但是你想一想，他寡妇事业的就那刘佩云，咱们上婚介绍所，咱们把人家，咱们对不起人家，完了住院了，医药费咱能让他拿吗？我给他送药费去，我就怕你误会，我就没敢跟你说，啥事儿都不会有的，媳妇儿。我没找错地方吧？嗯，请坐。稍等片刻，我接接地气。
到你了，请进。你找谁啊？请问你是经理吗？啊，我是。你有什么事儿？阿威，你是？你不认识我了？啊，有点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维多利亚，你是不是在那歌厅当经理了？是啊。马小翠认识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叔，你好。哎呀，这也太巧了，这也。是，你是吕春炫经理。是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我这有命。哎呀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小翠现在怎么样？翠结婚了，跟吴总分手了吗？啊，是。你见过吴德荣没呀？没见着，好久。一年多了，我也没看着他了，这人就没信儿了。时辰已到，有梦就做，做了就说，谁能解梦，就得彪哥。说说你的情况吧。你，大师吧？那个，这个老大哥啊。或者叫大师，或者叫师傅，连起来叫大师傅，有点像炒菜的啊，不好听啊。那我就叫你师傅吧。好，好，是这么事儿。嗯，今天早上呢，我起个大早，嗯，上城里卖菜去了，嗯，赶我那毛驴车去的。嗯，这卖完菜了，我就把毛驴子拴到电线杆子上了。我上趟厕所回来，我一看这车搁这驴没了，这不我看你这广告我就上你这儿来，我想让你帮我找着驴呢。我来应聘那个导游来了。我们这儿要的是导游小姐。这不是，你看看资料你就明白了。我呢现在是住马家堡子，马家堡住开源办事处的主任。啊，嗯，那里有电话。我们那不有个象牙山吗？象牙山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我家不就在那儿吗？现在火了，那旅游。哎呀，看看资料，看看，这是照片，这都我们村长搁那照的。这村长上维多利亚来过吗？于富贵，啊，我记得。嗯，都搁那吃个饭吧，餐厅。现在这地方还了得？和现在这景，群山环绕，看，这还有个小桥流水。你瞧瞧，这景。啊。比头年、比去年那个景漂亮多了。是。我们当导游吧，往咱家乡拽点游客，完事儿呢，拉动一下经济。我一直也在想这个事儿。阿威，你那就帮个忙，我就求求你，我实力还会有的。那个，这个老大哥可能没听明白啊，就是我是问你啊，做没做过什么梦？这我还没来得及做梦啊，这毛驴不就嘀咕了吗？不是我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在你毛驴子丢之前哈，你做就是在这之前做没做过什么梦？
事先也不知道这驴能丢啊，我做啥梦啊？老大哥，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啊，就是梦啊有一定的预见性啊，就是在你丢驴之前，哪怕是几天、十几天，你做没做过有关或者是相关的这样的梦，然后我给你解梦，因为我这是解梦馆，明白吗？这梦倒是天天做呢，昨天晚上我还做梦呢。好啊，什么梦啊？忘了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那你看你这传单都写明白白的吗？又解梦的，又指点迷津的，那你看你这大话说那么大，你这驴咋还找不着呢？我们指点迷津的前提，你必须要做梦，因为我是解梦馆，要不然我给你解什么梦啊？你这叫啥话呢？那你说我这大老远的，我打道骑驴来的，那我这不白来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老大哥啊，我这是科研单位，你看。那箱看着没有？那是科研基金，请你回去做梦，做完梦我给你解梦，一起探讨丢驴的问题，明白没有？那我不白来了吗？那我花2块钱打道骑驴来的呢？你那意思我给你得报销打道骑驴的钱呗？那你还不明白吗？那我这钱不能白花呀！你到医院你去看病。你去看病，并没给你看明白，你让医院给你报打道骑驴的钱呢？换句话说，你并没看明白，你还得挂个号呢。你往这一坐，我又接地气，又拍青藤木的，你不收你挂号费就不错了，你怎么还让我管你给你报销道骑驴钱呢？那怎么我这钱我不能白花呀？多少钱？2块呢。给3块，辛苦钱。不要，该2块就2块。这挂号费我给你交了啊，咱俩谁也不欠谁。什么事儿？你这叫装模作样，什么也不会，扯淡！你是马叔，你这口才还真不错，有点导游的意思。现学现卖呗，我这都现看的资料。要你把这些资料都留下吧，等我们看完研究一下，然后再定怎么样？不是，你得赶紧定，我那边等听信呢。啊？我跟那个旅行社谈，他又谈一次了。哪家旅行社啊？就在楼上。不，马叔，这据我所知，这楼里就这一家旅行社啊。不对，可能是那不是这楼里的。反正你看能不能定下来，赶紧定。这我一个人定不下来，然后我们得向公司上级汇报一下，具体的方案还得研究一下。我呢，现在呢，没啥工作，正好。家乡有这么个风景区，我也想着为拉动家乡的经济也做点贡献，这也对口。我寻思要这么大岁数，我当什么导游啊？我太熟悉这环境了，这山哪是哪，我太清楚了。说你能定下来，这不正好也把我这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明白。马叔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公司决定做这条旅游线，我就一定请你当导游。那谢谢你，阿伟啊。没事。要不你跟姨上外屋睡，让你爸在这屋睡。没事儿，这次也不是住一两天，得多住几天。那事儿你跟刚子谈了吗？谈了。那他是什么态度啊？他没表态。他说这段时间太忙了，等把这段时间忙过去再说。
有句话，你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。这事儿啊，放谁身上都不是小事儿。虽然你俩感情挺好的，孩子，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万一刚子，姨，你别说了。就这命呢，瞎说啥呢？别哭了啊，别哭，听话，别哭，啊，别哭，你接电话去啊，别哭了。